昨晚一位姐姐代表中年女性发声，直指找工作时的种种难处。其实像我们这样能打能战斗的中年人，我们身上扛着那么多的担子，我们自己不敢病，我们也不敢死，我们只能拼命地往前跑。听完后杨幂说，他社会敏感度够，三观正，可以给我很多思考。虽然很多人说自己是人间清醒，但未必真的清醒。那我觉得清醒的人都是在努力活着的人。